沈阳姥姥要从上海回来看外孙子了，这可是宝宝出生后姥姥第一次见到外孙子。看外孙的同时，姥姥还要顺道视察视察这小两口照顾宝宝的熟练程度。如何应对这丈母娘的视察，可成了沈阳爸爸的头等大事。孩子出生之后吧，他是第一次来，除了来看他外孙之外，估计来是来检阅我来的，检阅看我这个给他女儿啊，还有他的外孙呢照顾得怎么样，心情比较忐忑。猪蹄是做给妈妈吃的，因为那个妈妈正好这不是放小长假嘛，然后妈妈过来看我，我知道妈妈平常喜欢吃猪蹄，而且她在上海那边工作很辛苦，然后这个关键是口味做的也不一样，这是能吃到我亲手做的猪蹄。我的姥姥可是个大忙人，上一次回来我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呢，都没看清样子。最近这段孩子那个怎么样？孩子还有孩子他妈都挺好的，孩子前两天是胃肠有点不太好，好几天没有便嘛，然后这两天挺好，昨天晚上还便的。孩子妈更没问题了，孩子妈现在都会臭美了，晚上开始做面膜，然后出去上礼拜出去逛街去了，还我都不知道，都是朋友跟我说的，又开始恢复原来那种的臭美那个的风格了。平时你们俩谁那个照顾孩子多一些啊？平时我这边上班下班肯定是孩子妈照顾时间多，回家之后我能照顾照顾照顾。一会儿踩碎了，一会儿踩碎了，你得配合我，配合怎么得把那关过去。反正你妈来也别当成看子看女，咱们家属来接着啊，我为难你，不能有任何闪失，你得配合我，知道吗？跟你说啥呢？配合，放下来。不干活。宝宝，爸爸去接姥姥去了，一会儿姥姥来看你了，高不高兴啊？宝宝，高兴给妈妈乐一个，乐一个，宝宝。我当然高兴了，而且兴奋的都睡不着觉了。今天我绝对不哭不闹，老妈看我的吧，呵呵呵呵。哎呀，给姥姥乐一个，给姥姥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笑一个。去洗手去，为什么？好，爸倒没事儿，掉不了。好好的。真抱抱，对不对？哎呀妈呀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你怎么整这玩意儿整的不行啊？对不对？都秃噜了。秃噜了吗？都秃噜了。我怎么起不来了？你靠远来。上楼吧。对，拖住了。儿子呀，不少灯啊。老爸多好啊，哪都没闹。那你给他换尿不湿吧。这一看，这是回家经常抱啊。对呀，我家儿子也给面子。是啊，你看看多给他爸面子。你那是啥面子呀？人都是我喂饱的原因，我要没喂饱，他梗你死。那小洞盖上，别漏风。湿了，尿了？肯定尿了。不行，你那么的不行，你不能出去省事儿。全脱了呗。不，你把爸的这个，你怎么着也得脱下面。行，那你来吧。不行，你的活。哎呀妈呀，你可别穿反了。
穿反了？不对吗？那是放后撇的。你瞅你爸啊，宝宝，你爸从来没给你换过尿不湿。咋换了？你这个可能款式型号不对。得了吧。肯定是跟咱们原来用的不一样。没事儿，老爸，慢慢来，我相信你，你不是一般人，加油！笑一个，乖宝宝，笑一个，你是妈妈的好宝宝，乐一个，笑一下，笑一下，那兜空的，装钱的，对，往兜里装点啥？就是呢，不得装点东西吗？是啊，不能空手来，对不？哎，装点东西，来点货。你看不高兴了吗？是不儿子，外婆怎么没表示呢？嗯，告诉他恭喜发财，红包拿来，对不对？你看他那嘴，那嘴够了啊！这要说话时他认识。哎呀，老爸老妈，你们说的也太直白了，我这俩都可是装好喝的。看看买这个衣服，哎呀，这么大呀！把这个如意给宝宝戴上，给宝宝戴上。没事儿的啊，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啊，宝宝渴了啊，就这点事儿。哎呀，撑一撑，撑一撑。宝宝外孙儿。对，撑一撑，长大个。撑一撑。对，外孙儿长大个。拿着我抱抱，我一吹他就不哭了，风一吹就不哭啊，是吗？你试一试。一吹他就这样，他怎么躲呢？儿子，这是我自己发现的，厉害不？快，爸爸给吹。吹感冒了，差不多就不哭了，还吹啥呀？你抱一会儿吧，行吗？宝宝。妈抱抱啊。妈抱。抱的不行。妈妈抱的真不行。不打开爸爸抱。爸爸还挺了十秒呢。你怎么就说那些没有用的呢？来，这回怎么好些了？这回好了啊，还是妈妈的饭啊。我来洗呀、啊，不用，我来，我这也是第一次洗的，我在家也经常洗。是经常洗的，过去没做过，就是我们家当爸爸了，当爸爸。那以后我儿子问我爸，你以前和我小时候洗过戒指呢，我咋说呀？我怎么回答人家？我说没给你洗。戒指不要紧。